然后呢，这个哈可以煲汤吗？拿来怎么吃呢？哥姐刷一门，拿来泡什么酒可以吗？可以，来哥姐刷一门，先拍了，然后呢回来打个拍了加急，然后呢明天统一给你们发货哈，好不好？拍了的哈，先拍，先去拍，然后呢子英再给你们讲这个东西具体拿来怎么吃，好不好？然后呢拿来怎么吃呢？来哥姐刷一门，一根哈，一根的话拿来泡一天，一根拿来泡一天，拿来喝，拿来喝。然后呢像这样子哈，像这样子用热水，必须要用热水拿来泡哈，用要用热水拿来泡哈。先让账号露个脸再买。这个叫这个 W 开头的姐姐还是阿姨哈，我们都买东西的话呢就说你要看这个货，并不是说账号怎么怎么样才会去买这个东西哈。我们对不对？你账号出来这个东西它不好的话，你们拿回去没用啊，是不是？首先我们要看货哈，我们的话呢就是说把目光放在这个东西哈。然后呢西洋参，西洋参的话呢我跟你们讲，西洋参的话呢一个一根一根哈，一根的话呢放放一根就可以了，一天是一根的量。然后呢这个一根的话可以反复的冲泡来喝哈，可以反复的冲泡来喝，哥姐刷一门。然后哈拿来煲汤的话怎么煲汤呢？拿来炖汁，炖鸭炖鸽子的话呢你放个2到3根就可以哈。拿来煲汤的话呢你先泡软了，先泡软了之后呢拿来炖汁，炖鸭炖鸽子炖排骨就可以哈。或者是拿来泡8+1的话呢，20根的西洋参可以泡到20斤、30斤的酒，哥姐刷一门。因为这个成分含量很足很足，你们别看它那么小一根哈，你们别看它那么小一个哈，你们别看它那么小一个，它里面的话就说成分含量很足很足，外面去买根本就不会有这样子的西洋参，哥姐刷一门。然后呢刚有人说这个的话呢看哪里年份，看哪里呢？看到没有？对，就是下方这个白色购物袋的话呢是生姜的链接，是不是？但是没有问题，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这个就是西洋参哈。然后呢看到68的价格就是西洋参的链接哈，来看到没有？表面它是有一层一层像楼梯一样的，就是纹路哈。你们买回去看这个纹路越多的代表它的成分是年份是很足很足。而且这个呢哈，看它里面是有一个黄色一个圈圈的，看到没有？哥姐刷一门，它里面是黄有一个黄色一个圈圈的哈，黄色圈圈越足，然后呢越深，代表它里面的成分含量是很足很足的哈。然后能不能切片呢？哥也刷一门，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不能切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我可以给你们切片，但是如果说要切片的话呢我要怎么样？我要去把它泡软之后才能给你们切片哈。对，我们西洋参的话它里面是有含有很多种的那个氨基酸呀或者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子英的话不能多讲，因为子英不是医生哈。然后呢平时我们晚上失眠多梦的，哥哥也刷一门，张哥你还要看看多少，还有多少单嘛？好。然后呢，平时哈，还有失眠多梦的，或者是晚上就是失眠多梦的，或者是平时我们的就是什么手麻麻脚麻麻呀，或者是平时就是我们睡觉睡不安稳的呀，或者是我们这血什么管不通，我们这个绿色的血什么管不通的，或者是平时哈压力大的呀，或者我们小孩子就比如说上学老是丢三落四的，然后呢忘了。这个忘了那，或者是我们姐姐跟阿姨们，对不对？平时我们做农家务活呀，或者是为了这个家然后操心呀，就是说操心了半辈子，是不是？然后呢导致我们的就是这个心什么什么堵什么色那个东西哈。还有三单了，拍这个哈，最后三单了，是不是？对，还有最后三单了。来，最后三单的话呢没有拍的转去拍，然后呢还有一些没付款的也转付款啊。只要如果不付款的话我就清出来，家人们需要的真的抓紧去拍，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的。因为子英第一次叫我吃就是弄一小节含在嘴里，是非常的就是凝神静气。对，还有最后两单我们拍完的话我们就过了哈，我们就过到下过了哈，然后呢就给你们加了链接了哈。我们倒数十个数给你们过掉链接，好不好？可以吗？来，10 9 8 7 6 5 4 3 2 1，来。好的，没有付款的家人们呢抓紧去付款了。这个东西的话就说相声的话呢，你们吃货的人的话呢都知道，不用子英多说，是不是？就说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是吃了吃真的是对于我们身体是很好很好的哈，特别是年龄就是说在40岁、50岁、60岁的哈，好吧，来就给我们过掉了哈。拍了是不是？好的，哥也刷一门，谢谢你们哈。
谢谢你们一直都是在支持子英，然后呢没拍的话也没事哈，你们的话就是在直播间陪陪子英聊天就可以了，然后呢帮我点点赞呀那些就可以了哈，各位刷友们很感谢你们的支持。对，我是拿来泡水喝的，我是拿来泡水喝，但是你们的话呢就是说拿回去怎么样，拿回去拿来炖鸡汤呀，炖炖鸽子汤呀，或者是拿来泡八加一也可以哈，对，泡八加一也可以。两个都拍了，是不是？谢谢我们珍珍姐姐，珍姐哈，谢谢你们的你的支持与关注哈。排骨呀，排骨现在暂时还没有，排骨的话暂时还没有哈。平时哈，你去买一个茶，对不对？你去买一个茶都是要100多200多，是不是？但是我们正宗的这个西洋参的话呢，一根才卖到3块钱，你想一下，你想一下，来就给你们过掉了哈。一根3块钱，你去外面去买10块钱不得要200块钱，是不是？但是20根的话呢，我给你们卖的是68，相当于真的在外面的话就是只能买个3-4根的量哈。来，我就给你们过掉了哈，就不讲了。泡汁要洗吗？对，你可以拿来洗一下嘛，你可以拿来洗一下。我是在四川省乐山市峨眉一支县哈，我去年在你们家买的羊肚菌特别好吃，孩子们喜欢吃，是不是？现在有吗？这个是叔叔是不是？一生幸福有的哈，各位帅们有羊肚菌，但是没有很多，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这边的话是真的收山货的人有好多好多呀，收山货的人好多好多，而且我去收的话呢，我去别人家收的话呢，我有时候只能收得到半斤呀，或者是3-4两这样子，很少很少了。因为我们这边山货的话，有很多人都会去收山货，所以说竞争力很强。所以说，真的山货的话，现在是一年，就是一天比一天少了。所以说哈，我们就说，能拍的话，就是说抓紧去拍。羊肚菌有吗？有的，张浩帮我去拿了，张浩他帮我去拿了，哥也帅一嘛。你们想要羊肚菌吗？是不是？好的，上一点羊肚菌。好的，张浩，不给你挂脖子吧。他去帮我拿了。好的，上一点羊肚菌，是不是？好嘞。哦，太香了，这个羊肚菌。是吧？太鲜了，这个味道真的是，就在菌子里面是非常非常鲜的，鲜味超级足。来，哥姐叔叔阿姨们，这个的话呢是家家必备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要说家家必备的一个东西呢？来，我给你们关美颜，给你们看一下哈。来，我给你们关美颜，它的颜色是真的很好很好，看到没有？真的要尝一尝这个东西。但是美颜的话也是差不多的，看。来，哥姐叔阿姨们，来我给你们讲一下哈。刚刚有人说，真真实实的，就是高山里面的羊肚菌跟种植的羊肚菌是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可大了，哥姐叔阿姨们。来，第一点的话呢，就从外观上面的话呢，仔细给你们讲一下哈，就仔细给你们讲一下外观上面的话呢，有大有小的，是不是？来，我给你们拿几个给你们看一下哈。来，各位帅们看到没有？子英这手里面拿着4个，是不是？拿着4个羊肚菌，是不是？拿了4个羊肚菌，颜色第一点的话呢，个头不一样，有的是大的，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扁的，有的是尖的，像这样子哈。但是外面的话就说种植的那些的话呢，它会怎么样？普遍要不就是圆，要不就是尖。但是种植的羊肚菌就像这个东西一样，很尖很尖。第二点的话呢，看它哪里呢？看它的颜色上面，看到没有？我这个手上去拿着，来这个比较明显一点。拿了4个哈，4个颜色都不同。为什么颜色不同呢？是因为它生长环境不同，有的是长在太阳底下，有的是长在那个树里面呀，树下面呀，或者长在那个草里面的话呢，有的是颜色浅，有的是颜色深。像这个样子哈，颜色很黑的话呢，就是长期长在太阳底下，长期被暴晒，所以说它颜色是很黑很黑。像这个的话，长在草里面啊，树底下的话，颜色就很浅很浅。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各位帅们，你们今天的话呢，在我直播间买也可以，在别人直播间买也可以，或者说去市场里面去买也可以。但是我要去，就是教你们怎么去区别这个东西哈。然后呢，第三点的话呢，看它的这个哈，看它的这个纹路哈，看这个纹路的话呢，它的纹路是杂乱无章的，对，很乱很乱的，它是很乱，就是长得奇形怪状。你看它的纹路是很乱很乱的哈。然后第四点的话，看它什么呢？看它上面这个靶哈，下面这个靶，也就是高山上面的哈，高山上面的羊肚菌的话呢，
它下面这个把的话它是很短很短的哈，哥哥也涮一门。然后呢第四点第五点的话呢，闻它的这个味道，真的它的味道真的很浓很浓，它的味道真的很足很足。而且你别看它那么小一个哈，它里面羊肚菌里面含有的氨基酸维生素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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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平时哈，哥姐算一门，你们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平时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我们家小孩子，我们但凡家里面的话就是有小孩子的话呢，就是说吃饭他吃饭胃就是胃口不好，就比如说不爱吃饭，是不是羊肚菌拿来怎么样，拿来煲汤的话呢，它味道很香很香，而且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提高我们的食欲，增加我们的食欲，而且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怎么样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小孩子哈，家里面小孩子免疫力差的，营养跟不上的，把这个羊肚菌拿来泡，拿回去拿来煲汤给小孩子吃哈。姐姐哥姐刷一门，家里面有孕妇的哈，有孕妇的人，这个东西的话它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去怎么样，帮助我们去补充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对，我们有孕妇的，有小孩子的，或者是平时我们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对不对，家里面做饭的话不知道煲汤的话不知道放怎么什么东西，羊肚菌的话呢它是真真实实它是必备，家家必备的一个东西哈。羊肚菌的话呢平时哈，就比如说拿来煲汤，对不对，煲汤的话呢羊肚菌的话是所有菌子里面营养价值是真的是真的是天花板，这个绝绝子哈。羊肚菌是所有菌子里面的老大，然后呢松茸呀或者是那些东西的话都比不上这个东西哈。这个羊肚菌的话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冬什么虫夏什么草的五倍，相当于这个东西的话它是比那个东西要好很多很多哈。羊肚菌的话呢就说平时的话呢拿来怎么吃呢，拿来怎么吃，来哥姐刷一门，我教你们拿来怎么吃哈。拿来煲汤的话怎么怎么煲汤呢，煲汤一次就只需要，张浩你帮我拿一下这个吧。好，我帮你拿。一次的话就只需要拿个三个哈，拿三个，为什么只需要拿三个呢，外面种植那些的话你可能拿那么多它都没有一点点味道，但是高山上面的羊肚菌只需要拿个三个四个左右，拿来怎么样用温水把它泡软之后呢，拿来怎么样，拿来泡软之后呢，来正好你帮我倒杯水我泡给他们看一下。好的，拿来泡软哈，拿个三个到四个左右拿来泡软之后，泡软了泡个十分钟左右之后呢，拿来炖汁呀，炖排骨炖鸽子，拿来炖个就是拿来炖个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来我给你们泡来给你们看一下哈，拿筷子吧，拿来，来泡个三个吧，泡个三个哈，拿来泡三个。这个你看它颜色哈，现在在慢慢变。有人说哈，这个是加了色素吗？不是，正宗的羊肚菌的话，它里面的话它是有那种菌的那种成分的话，它是你看它现在在慢慢变深哈，在慢慢变深。然后呢，我们把它泡一会儿哈，泡一会儿的话，一会儿就是拿来给你们看一下哈。对，我给大家看到啊，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新香。对，然后呢第二种吃法的话怎么吃呢，羊肚菌不仅可以拿来煲汤，而且还可以拿来煲包子包饺子，把它泡软之后呢把它怎么样，把它剁碎，多搅拌一下，然后它就泡得快。好，然后呢就说把它剁碎，用刀把它滋把它剁碎之后呢，拿来炖，就是拿来包饺子呀包包子呀，你们家小孩子不爱吃饭的，真的把这个羊肚菌拿来带回去，把它带回去怎么样，拿来包饺子啊包包子呀炖排骨呀都可以哈。来哥姐刷一门，然后呢这个是羊肚菌哈，然后我这个东西的话呢，你们去外面去买真真实实高山上面的羊肚菌，一斤都是要卖到两三千块钱，真的一斤都是要卖到两三千块钱。但是今天在紫银这里的话呢不需要那么多，真的哥姐刷一门，外面去买第一价格贵，第二你不一定能买到真真实实的羊肚菌，就像我这个手里面的哈。哥姐刷一门，我去别人家收的话呢我是一两一两去收的，对，一两一两去收的话呢我是100块钱一两去收的，100块钱一两去收的话呢我要加上我们的邮费是6块钱，就是106，至于这里面2块钱，然后就是108，对不对，给我一个跑路费跟辛苦费嘛，是不是2块钱的话呢就是我的跑路费跟辛苦费，然后108给我们上车，来准备好我们手速跟网速，直接倒数五个数，来五，准备好啊家们，四对三二一，来下方百色购物袋，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弹出来链接，四川茉莉花茶50克羊肚菌，就是这个羊肚菌哈，108哈。来哥也刷一门，看到没有，我的天哪，就说哈，看到没有，我这个是才泡的，看到没有，哥也刷一门，这个是才泡，它颜色是为什么那么深呢，为什么颜色那么深呢，就是因为它是真真实的高山上面的羊肚菌哈。来108的话是50克是一两哈，50克是一两，哥姐刷一门，看到没有，我这个才泡一会儿，你看，哇哟，它颜色真的
颜色是很深很深。为什么颜色那么深呢？外面去买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颜色哈。为什么呢？因为真真实实的高山里面的羊肚菌就是这个颜色哈。然后呢拿来泡一会儿之后呢，它就会像这样子哈。它的肉的话是，它是真的是很厚很厚的哈。你看 QQ 弹弹的，看到没有？对，真的太香了吧。看看到没有？来，正好吃一个吧。这个真的很香很香。嗯，来，这个的话呢，这个味道真的好香、啊。你们的话呢，就是说不要生吃哈。我觉得这个真的，它颜色真的很香很香。啊，这不算生吃，都快泡熟了。看，太鲜了，太鲜了，这个味道。看到没有，哥姐帅吧？来，我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哈。它的肉的话，它是很厚的，然后呢，它很鲜很鲜，哥姐帅吗？它很鲜很鲜，哥姐帅吗？然后呢，茶树菇也是一样的，是不是？茶树菇跟这个比的话呢，简直甩了茶树菇十条街。为什么呢？茶树菇就是一个简单的蘑菇，但是真真实的这个羊肚菌的话呢，它是怎么样？它是所有菌子里面怎么样？所有菌子里面的天花板，各位帅吗？哈，但是这个羊肚菌的话呢，我说的不是很多哈，就只有13单，然后现在的话就只有最后3单哈，各位帅吗？平时哈，家里面有小孩子哈。我给你们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哈。羊肚菌的话呢，平时一次的话就只需要拿个多少呢？一次就只需要拿个3朵到4朵左右，一次拿个3朵到4朵左右哈。拿来怎么样？炖汁、炖呀、炖个炖排骨，真的是绝绝子。你慢火炖它1到2个小时，它的汤都是金黄金黄色，看到没有？它的颜色都是金黄金黄色。对，纯正的颜色，真的，而且闻起来超级超级香，这那个菌香味道绝了，简直啊！平时哈。平时不是做饭的话，煲汤的话不知道怎么煲汤哈，对不对？不知道怎么煲汤的，对不对？各位帅一们拿来煲汤的话呢，一次就只需要放个3个就可以哈，一次就只需要放个3个就可以哈。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尝过这个羊肚菌煲汤的话，一定要去买来，然后去煲汤，或者是说家里面小朋友可以拿来给它切碎，然后煮稀饭，真的很香啊。这个是50克的话呢，是1两，是108羊肚菌。下方此时此刻弹出来的链接就是在。1号链接哈，给我留1000克，我5月份坐月子里面吃。安树姐姐是不是可以的？坐月子的话呢，要多吃这个东西。但是的话呢，这个东西的话，我不能说留哈，因为现在的话呢，后面的话呢，陆续都没有羊肚菌了。您如果说要拍的话呢，现在就去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羊肚菌的话呢，要分年，就是要分季节，要分季节，哥也帅们，不一定说现在此时此刻有，不一定说现在此时此刻有。但是以后的话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哈，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是真的是的一个很好东西。但是我们外面哈，羊肚菌的话呢，50克的话大概是有20个到30个左右吧。因为它晒干的是非常非常轻的。很轻很轻哈，50克的话大概是有那么多哈。然后呢，羊肚菌哈，各位帅们，50克是差不多是有20个到30个左右。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我具体没有数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是小的，有的是大的，它不像种植的。种植的话呢，你去外面去买的话呢，怎么样？它有都是个头都是一样大，要么就是要么就是小，要么就是大。而且有外面种植的话，它像我这个拳头一样大的都有，但是那时候是种植的。种植的话，你吃个10斤20斤都没有这个吃1两好。买到的一定是你亲自收来吗？那要不然我去哪里弄了？是不是？那肯定的呀。然后呢，这个哈，哥也摔门来，我们倒数10个数就给我们过掉了哈。羊肚菌的话呢，倒数10个数就给我们过掉。没有付款的哥也摔门的话，抓紧去付款好不好？就不要等到以后呀再去买这个东西。如果说您真正实想要买这个东西的话呢，您现在就去拍。为什么呢？因为以后分季节，这个东西的话呢，不一定说现在有，明天后天就会有东西哈。来，10 9 8 7 6 5 4 3 2 1，来，你要买5份的话呢，下方白色勾的姐姐去拍就可以了哈，然后我们就给你们过掉了哈。50克的话是108，哥姐刷你们看到没有？你去外面去买种植的羊肚菌，泡出来不可能像我有像这样子的颜色哈，看到没有？而且它的肉的话呢，你看，它是 QQ 弹弹的，看到没有？哇哟，非常的 Q 弹，非常的鲜香。而且哈，像我们这边的话呢，有很多人都在收山货。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都是我是跑了很多家，这个是第一家，然后这个第一家的话才只有1斤3两，就只有13单。然后呢，你看，
对，专治不爱吃饭啊，就谁家小朋友或者你自己不爱吃饭，对，什么胃口不好的，你就吃这个。平时哈，没错，对，平时营养跟不上的，帮我拿一下。平时营养跟不上的哈，哥也帅吗？羊肚菌的话呢，它是真的是必备，家家必备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羊肚菌的话呢，是所有菌子里面营养价格是最高最高。而且你平别看它那么小一个哈，别看它那么小一个，它里面含有的维生素、氨基酸是很多种很多种的。它不像外面那种哈，外面的话呢是有人去管理，有人去打药，有人去除草，有人去施肥，是不是？所以说外面的人就是为什么就是吃的就是这个羊肚菌的话呢，还是一样的效果呢？是因为有人打药除草，是不是？所以说吃了再多，吃个十斤种植的都没有这个吃一羊好。已经下单五单，谢谢我们这个我方文熙姐姐，是不是？对，平时家里面有小孩子、有老人、有孕妇的人，直接去拍个一两单、两三单回去，拿回去备着，拿来煲汤炖鸡炖鸭的时候，炖鸡的时候你拿来放个两三朵、三四朵。对，家里面人多的话放个三四朵、四五朵、五六朵、七八朵也可以哈。你咋那么能说呀？这个东西的话呢，因为是我们这边的，我对于就是对我对于你们的话呢，我肯定要比你们要了解这个东西呀，是不是？